接电视光。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模拟市民室、我们上次已经存到宝路哥要死了，这 Debus 有男朋友了，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让宝路哥死掉，然后我们就结婚生子啊、结婚生子。今天餐厅还是暂时不营业，因为现在外面下着大雨，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餐厅里面了、因为上次呢就是外星人约我们来这边，但是我们先回家一趟，我们还是随时密切注重一下宝路的状况。宝路就快了，我们加速吧。加速，我看一下目前 Debus 还有多久要去工作，还有2天要工作。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再努力存一点点那个钱的部分，不是钱，声望的部分，不然我觉得在老真的蛮快的、如果没有赶快再把这边呢再顾好，我们可能还没生小孩已经老了。我们现在的钱呢才12000，还不够维持旁边外星人餐厅的营运呢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努力呢把我们的那个医生给取回来，这个已经完成了啦、那这个我们先暂时把它那个裱框起来好了，我们叫我们的 Winter 来裱框一下。发送今日的邮件，该不会要付钱了？哇，我们的账单要付3000块，好贵，3000块。有人打电话来了，看是谁？宝路哥，你要来我的生日 party 吗？要不要去？我们去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去一下好了，因为他还有一点点时间才要去上班嘛。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party， 这个好像应该是他跟他同一个家庭的人、但是我那时候都以为是他的那个外遇对象还是什么。来了，我们来到了冯温登堡房地产，哇塞，也太高级了吧，好高级哦。对，等到我之后，谢谢 Summer， 我先让他去看他要干嘛好了。在镜子面前，这个房间大到我都不知道，镜子在这里。他这个镜子跟我的那个跟我餐厅的一模一样。但是人在哪里呢？不是要参加庆生 party 吗？还是是在二楼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二楼只有一个人在打电脑。下去呢？去的时候刚死掉，下面居然有黑武士！他要请人来了，他要请人来吃蛋糕。会不会蛋糕我们吃一次我们就死掉了？这样子，蛋糕完成啊！糟了，死了！死神来了！我赶快先跟他勾搭一下。为什么不能请求他、踢他球了，快！因为我自己也快死了，所以我们来踢他球了看看好了。他目前呢，拿出他的 iPad， 拿出他的生死簿，我们来踢他球了看看。死神哥啊，请你饶了明者，明者不是我的厨师吗？糟糕了，可以吗？在死神决定当作没听到宝路的热情之后，泽敏真的离开人世了。他还是不行，我觉得要把死神那个处理好真的不容易耶。不要哭了，起码他把蛋糕做。如果叫大家用餐，死神会用餐吗？来，还是不行。他要收他了，我还挡在他面前，挡在他面前。前往此处，不要哭了。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，我们挡他前面好了，看会不会怎么样。大刀一挥就收了。大家来吃蛋糕吧。好想把这个骨灰坛再收回去我的餐厅。他要哭了。本来是来一个生日 party 的，结果我们的厨师居然嗝屁了。虽然我现在很想尿尿，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讲几句话。因为我快要嗝屁了，我现在用我最后的生命来跟他比拼了，好吧？我们努力跟他聊，我们看看会跟他继续友善的部分。我们来试试看就是我们现在，因为我们快要死了，所以我们努力的跟他就是维持好友谊的关系。然后等到我们真的死掉的时候，看他会不会把我们收走，好不好？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试验，这样子，看他什么就用。询问职业，我尿尿了，我在死神面前岔流了。糟糕了！快点，死神等我一下，死神站在我的尿上了，怎么办？快尿裤子了，吓到尿裤子了！有人打电话来了。好了，让他加入，好吧？分享不安感，我踩在自己的尿上。哇塞，死神果然是不畏惧。太好了，现在关系越好了。说不定待会我们真的会发生出这个友谊万岁的部分，死神就不会把我们烧走，我们又可以多活在世上一阵子了。他稍微飘起来，他也是飘的，死了！我晕了！
保罗快死了、啊，我会不会在这边顺便被收走啊？这就太扯了、啊、你们说要让招娣保把他好，我们让招娣过来好了。我现在叫招娣过来，现在叫招娣过来，继续讲，继续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no！哎 ，Suzuki， 好啦，既然来了，我们就吃个蛋糕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招娣也来了，招娣也来了，招娣晚了一步了，晚了一步了。该不会死神真的不会收走保禄哥吧？我们只能等着看看了，等着看看了，说不定真的会。都，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可以回去了哈，好吧，我们回去换我们的 Debus。既然这边任务已经算有点小小的成就了啊，起码我们跟死神有维系到一点点关系了，哎、欸，还可以黑咻哎，这么老了，我们让他再去黑咻一次好了，好吧？然后让招娣呢去自我处理一下，自我处理一下。然后呢 ，Debus 我看一下目前 Debus 的部分。对不起，还有四个小时后就要工作了，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要害羞了，好脏哦！啊，这样很尴尬哦哦，最后一次欢乐，哎，会不会这样又生一个啊？应该不会啦哈，难为情了，难为情了。好了，哎，真的比较快一点点，好令产妇。好啦，去洗澡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准备开始来。再继续画一下画好了，大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呢，差不多都要走了。那我骨灰坛会尽量把它留起来，好，然后就是这样，起码我觉得灵魂呢还比我们活人好用。要不要让保禄变幽灵呢？我们刚跟那个死神变成一个好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看看到底保禄哥呢，到后来如果死掉的话，死神会不会把它收走？这个把它那个钉起来，先把它弄起来。我先把这个拿来这边吊着，好不好？虽然我们还没嗝屁，但是先把它吊着，好，然后这样我们才可以继续画。女儿还没结婚嘛，因为她还没那个啊，所以不能结婚。我们准备要去上班了，上班了，加入，耶、yeah ，来了，回来纽西医院。今天我要努力工作了，好吧？今天我们要努力工作，不再在那边弄闹。但是看到我们的明哲哥还是要努力跟他，欸，可以跟他私奔了。到底私奔会不会就不见了？还是你们觉得我们要私奔？帮他按摩一下好了，老公，你上班会累吗？老公，我来帮你按按摩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按按那就要下班了耶。哒哒哒，我就不要私奔可能比较好，因为私奔的话，我就会到时候没有钱了吧，又不敢来上班，这样不太好。不要好了，我们还是努力的回家。欸，可以分手哎。不能分手了，不能分手了。我们努力跟他聊聊天好了。谢谢 Amy1015 的 follow， 谢谢。私奔是不用办婚礼哦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欸，我觉得我跟他感情好像有点淡掉呢。我觉得待会下班之后我们来跟他浪漫一下好了，不然保禄哥说不定今天还不会死呢，是不是？私奔省很多时间哦，真的假的？好啦，待会试试看啦，好不好？待会我们回家之后，我们稍微训练一下。然后休息一下，把我们的日常给恢复完之后，我们就跟我们的明哲哥私奔看看。跑跑跑！上次有人说我让一个人跑死了，这样子整段好吧？凯莉这个放屁跟傻笑，他看起来就有傻笑的感觉。会玩到几点？玩到八点再私奔。啊八点再玩 GTA， 不是八点再私奔。痊愈了，哎，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我们先去吃个东西好了，先去吃个东西。医生不会自己私奔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所以我们还是要跟他联络情谊一下。好，赶快赶快。做好最后一个，再做一个病人就好。头痛，干毛头疼啊！哎，爱困爱家，肿胀的头，耶！临时改我们的诊断，好不好？快点快点，打完这一个，我们就准备收工下班，还剩下一个小时，有痊愈了哥，今天表现应该还不错。Yes， 顺利诊治两个病人了，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！年轻人的时代了，老的死一死，年轻的私奔。差不多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？记录样本分析，记录一下好了。噔噔噔噔，完成了，哇，来不及了，赚了540块。Go go go！ 哎，周明哲，最近无时无刻都想你，要来个外星人餐厅吃顿晚饭啊？怎么都要来我家吃晚餐呢？好了，确定。Go， 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的餐厅里面长相厮守，准备私奔了，精彩的正要来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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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现在有点不舒服了。我们现在要私奔吗？好了，我们刚刚私奔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立刻跟明哲私奔来了。我还没看过私奔到底是怎么样哎。
噔噔噔噔噔，现在精神好了一点点。明哲，明哲，明哲，我们私奔吧，好不好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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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私奔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有印象。噔噔噔噔，真的要私奔了。后面还在喷火呢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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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恶心哦！哇，多美丽的婚礼啊！博士正与明哲交换他的誓词。噔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私奔怎样？没试过了，好不好？不用这样子。哦哦，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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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也算结婚了是不是？噔噔噔，哎，同居了，按下确定就可以进入分家跟同居，即可修改模拟市民即将住入哪个家庭，确定。那到底我们可不可以跟他，就是他可以搬到我家吗？还可以把他应急进来吗？哎，可以耶，九个人啊，不行，不行哎。怎么办？还是我们把宝路哥换去他们家好了，好吧？我把宝路哥跟温德换去他家好了。可是这样到时候他很可怜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算了啦，我们另辟一个新家庭好了啦。可是这样感觉很麻烦的，怎么办？一个私奔要演多集，怎么办？你们觉得呢？好啦，我们另组一个新家庭好了啦，就这样子过去看看好了。Let's go， 这样子以后他就不能再进来了，对不对？还是他也可以再搬回来？反正先试试看啦，分家了，分家了，分家了。OK，Let's、okay, go， 搬进新，待会搬进新居。这个家庭目前无家可归，是否要立即让他们迁家，或是稍后？现在就搬 ，Let's go。啊，所以我还要花钱买房子哦。啊，我们就住在旁边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住在隔壁哦，这间要六万块，这间要六万块。我们住在旁边啊，哦，住在对面这间啊，很近，好不好？吼，超近的，可以配备家具。我们直接配备家具就好了 ，Let's go。Yes， 我们有新家了，有新家了。宝路什么时候会死哦？这要问死神，我也不知道。快了啦，应该快死了。很近哎，我相信他应该会去我们家，这个好好的过个两人世界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不是当医生呢？这个家怎么这么小？而且花了钱还是花我们的钱，这样子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这样感觉我们又来到一个新的连载了，是不是？搬家就有二人世界，没错哦。那我们这样之后可以切换两边了，而且很近呢。之后我们的招弟如果结婚，也可以放来这边哦。这个这栋要6万块，好贵哦。哇，真的是整个都把它买起来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部分，应该我们可以暂时不用管它，因为他们目前已经完成了，起码让他已经活过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就啊不是让他活过来，起码让他已经可以结婚了哦，已经跟他在一起私奔了。那么回去我们的家庭看看吧，说不定家里面的人很伤心。哎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里是点什么？将魔灵工坊的家庭搬进来，造访居民。哎，不会吧？造访居民，看一下。啊，会不会这样子我就不能跟他们继续玩下去了？敲门，哎，糟糕，感觉变陌生人了，怎么办？哎，啊啊，死神来了！是不是死神来了？糟糕了，糟糕，不能控制他们了。哦，不，不。那如果说不能控制之后，我们只好努力生小孩了，好不好？看看我们跟明哲哥生完小孩会怎么样好了。起码我们现在先跟我们妈妈恢复于一定的情谊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真的变这样子了，私奔就没血缘关系了，真的假的？我好不容易盖了家庭，就这样子毁于一旦，然后我的餐厅也没了，这样子啊、哦，新一季全新的两人家庭，感觉真的变这样子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回家好了，好不好？既然不行，我们就回家吧。我们回家生小孩，好不好？哎、欸、啊，回来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来生小孩比较重要，好不好？先来跟某人传宗接代，感觉很急了，好不好？赶快赶快，时日不早了，年纪也不大不小了，我们赶快生小孩了。Davis，Yes。活了这么久，总算要生小孩了，生小孩，生男孩。
我们意外跌入了第二季了，第二季了，哇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来吧，让他们赶快努力，希望可以升到男朋友啊，不，升到男孩子啊。找不能控制，要切换才可以了。就可能我下次进来看要先玩哪一边了，这样子。早上就不要私奔，但是没关系啦，这也算是一个新的开始啊。来吧，我们来到柳溪院了。不知道周明哲医生是不是有在这边上班？不过他现在应该蛮累的了啊。好吧，的确是外星人医生啊，私奔有毒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以后不要乱私奔了。希望我们这次可以生小孩啊。不过我觉得脱离一下我们目前的家庭的感觉比较，要分开储存哦。好，我稍微分，待会分开储存好了。来吧，先把它用一下。他看起来病得很正，很多，不是很正，讲错话，病得很深啊，病得很深。现在我们剩下两个人了，要努力的自食其力了。哎，可以了，试试看哦，看会不会成功治疗病患。啊，错了，真的不行，治疗无效，我错了，再检查一个病患的耳朵好了，趁现在能用多少就用多少。外星人很多，完成了54，还多一天的 some vacation。先退出就行了 ，OK 的。那有机会再回到家吗？来了，回来了，我们赶快验孕。哎，明哲哥应该要去上班了，跟他来个拥抱，上班前的拥抱。二保姆，待会我们就可以请了，因为我们不是双薪家庭吗？啊，下次我们就可以请了。果然是我的 lover， 对不对？我们这么脏都不嫌弃我们。哎，做验孕测试 ，Go！Come on，Go！ 我们去验孕看看，到底有没有怀孕呢？揭晓了，准备要揭晓了。等等，试试看。Oh，Nini Bra。哎，两人份，有了，怀孕了。这个家庭将会有新的成员，但是到底会生出几个，我们是不确定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下次再来拭目以待，让他生出小孩之后，看看会怎么样。招娣耶！哇塞，住得很近，就是容易遇得到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今天我们就先玩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模拟市民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分居两个家了，虽然是私奔，但是还是蛮近的，有机会还是可以回我们的老家走走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先存档一下，那我们另存好了，比较不会有问题。我们存在这里好了。OK， 我们私奔了，耶，存档。